各位学友请入座啊，好，完成你们。今日要特别介绍成功大学的蒋维文教授，我相信恁伫报纸顶看哦，伊最近真红啊！你吼，戴迄个通牌都是剪的吼，不是干那通牌剪，戴迄个表面上是台湾，但人实际上去推行中国文化，诶，迄个在台湾的所有的台湾的作家，啊，就蒋维文讲的真少年，啊，佫少年佫引导。我感觉吼，后摆真有希望，咱台拍手。秘书长啊，以及咱台湾政府的所有工作人员，甲咱所有学员、所有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哈。好、哦。啊，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啊，来遮甲咱大家熟悉，啊嘛来做一个探讨哈。啊，咱下暗呢，我这部分主要是要为这个网艺术，而且台湾书听，也就是抗疫五春联这个书听呢。要来探讨咱台湾文化的一个主体性，
是一个重要性吼。啊，当然，啊，咱可能有诚侪朋友吼，可能是报纸，啊，是讲是媒体，啊有看到，啊有听到，啊，针对着讲咱进前顶个月呢，伫五月迄阵，啊，抗议农村呢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呢？啊，咱今仔日呢，针对这部分吼，啊，来简单来小谈些，然后咱就要来探讨着咱有关着咱的保育，甲咱的本土文化。也是重要性吼。啊，但是呢，针对这个抗疫尊严，有这个五米树，咱即摆咱讲叫做五米树的台湾树件啦吼。啊，这个树件呢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呢？啊，这是安尼吼，就是讲这个文建会伊有出钱啦吼，听讲都开袂少，敢若听讲开了百万的款吼。啊，由啥物单位来承办？由这个文信杂志社来承办吼。啊，这文信杂志社个人知影，这其实拢。国民党的外围团体啦，吼，啊，伊着为着要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年，建国一百年吼，所以着办一个百年小说的研讨会吼。啊，这百年小说研讨会呢，啊，拢总有三天，啊，有两天呢是伫台北，啊，有一天是伫台南，伫这个台湾文学馆吼。啊，这个月内月二五月二十一天呢，吼，第三天呢伫台南举办吼，啊，这个研讨会呢。伊内底有邀请真侪，即个小说家啦，吼，即是百年小说研讨会。啊，即个小说家拢啥物款个人呢？你若有机会上去网站看觅咧，吼，差不多九成以上吼，拢是在台湾个中国人啦，哦，拢是遐作家，哦，啊，伊着要抱嘛，伊中华民国着要抱遐作家咧，哦，啊，正当真正台湾个敢有正正歹讲个吼，譬如讲，有啦，有表面上。找林春玲啦，啊，有几个啊，看起来是台湾人啦。不过呢，因的举止、行动、因的思想、因的想法呢，其实跟咱台湾人有一寡落差啦。有啥物落差呢？咱待会来看哦。所以其中内底呢，大多数伊其实就是，意思讲哦，中国人靠法国创造台湾文坛嘛，啊，台湾文坛呢，拢是咱中国人代表哦，台湾才有文坛的，拢是讲大概是安尼啦吼。啊，其他遐作家呢？来，因主要拢是讲因的这个小说的创作的理念，然后呢一寡经验的分享呢，敢若独独吼，敢这个黄春玲吼，伊经啥物地方呢？迄地方是啥？那种相片做证据吼，伊的这个标题叫做《台语文书像与教育的商榷》啦吼，意思讲吼，这台语文爱教育无，还是有需要书像无呢？咱个咱来讨论看卖呢，啊，当伊无用，咱才好听，咱讨论看卖。伊的意思其实就是要来唱歌啊，要来唱声，要唱什么声？其实伊这拢有准备好啊。要来就去叫伊讲，啊，你两人用母语啦，你母语袂写是来，母语无就创作文学啦。敢若用文才当创作文学尔。伊的大概目标就是安尼啦吼。所以来讲，别人拢是咧讲小说的经验谈，独独有人准备。袂进来伊就进些地方，啊，当然事先来知尔，哦，知影讲哎。伊要来讲这个题目，啊，我讲真奇怪呢。你讲这是一个研讨会吼，你讲我是学术的研讨会，只要讲你来请专家嘞。啊，黄春明伊本身是小说家，然后写小说，我叫咱甲肯定。不过呢，伊对着台语文的这个书写甲教育，其实伫这方面伊是外行的啦。啊，譬如讲吼，我个人是语言学这方面，我提着破书学问，哦，语言学就我较专门。但是你若讲到法律的部分，可能即个爱找其他，比如讲爱找因秘书长啦，还是其他人法律的人呢？哦，咱爱每一个部门专长嘛，这是正正常的代志嘞。啊，即、这个黄春明其实伊是小写小说的，哦，爱说的来个讲这个地方，其实伊这未成为一个是标杆的啦，哦，来这是要来，刚刚就是要来讨论一个办法啦。啊，所以咱就真怀疑啦，啊，当然怀疑。反怀疑啦，咱嘛是爱人苛求者，看到底是怎款个心态。所以呢，我着一边人，我着我去过去啊，去甲参加，真正去甲听哦。啊，无也是你讲早起伊九点开始，哎、欸，刚好嘛坐遐坐半点外钟呢，三十分钟听遐讲，看你到底是讲啥物件。结果迄间呢，到底是讲啥？真正个啊，伊有法聊到准准准啊。哦，伊真正着是来吼。是在呛住，还是在讨论的啦？在讨什么斗？伊在演讲的时阵，
你感觉有空吗？他我们汉人，我们中国人，哦，伊就我们中国人来请我们弟弟的，哦，阿内呐，伊就伫遐讲哦，阿咱呢，阿咱台湾甲中国迄当时个是要袂要袂食肉粽哦，要袂过我我直接讲啊，这端午节了咪来安尼，哦，或者了咪来安尼，啊，台湾人食肉粽，中国人食肉粽，啊，咱讲国的，咱同文同种啊，哦，他就伊遐用啥物一边一国，哦，伊就咱会变会变当会变啥，讲啥物？母语迄本土化吼，啊用啥物一边一讲吼，实在是，反正伊就做副语的啊吼，啊当然伊演讲是用北平话讲的，啊伊甲咱穿插一寡台语，大多数高雄伊上拢是用北平话讲的吼，啊再来呢，啊当然伊啊讲伊认为是中国人，咱嘛尊重伊啦吼，比如讲越南要做日本人，要做美国人，啊你袂当你当选择移民啊，啊甚至你。要提美国入口，起码是民主，有咱通选择，咱通尊重的。但是你若选择讲做中国人，还想做美国人，就是，哦，比如讲像咱，我哩卖选嘛，你若卖选总统嘛，哦，你若要选择美国籍，啊无你就放弃卖选总统的。一个伊呢，以前嘛，啊，吴尊明呢，啊，伊家己当然讲伊是中国人之外的，啊嘛，叫在场的人讲吼，啊你就爱。即、这个，当然，伊先为伊拢是为外语的，为语言才开始讲。伊讲吼，啊，即、这个台语文，伊用上台语即、这个，伊是用闽南语用。我讲出闽南语呢，这个方言呢，吼、哦，伊拢用闽南语用方言加哩，伊来称呼咱的母语啊。吼、哦，伊讲吼，啊，即、这个干呐，即、这个口语尔咧，啊，无啥物书写的，啊，无多写，迄无多创作文学吧。哦，啊，就爱用中文，开当书写，开当创作文章出来。哦，安尼闹咧，又讲哦，啊，这，哎，无你教我学生怎，你教主讲就好啊，咧，学校较著教。哦，伊就举例来讲哦，啊，伊啥物高雄某一个学校哦，啊，迄学校迄个情境布置，哦，迄布置咧，啊，布置的时阵，啊，用台语的，啊，用客语的，啊，啊，原住民的话好，啊，足乱的，迄增加学生的负担嘛。哦，伊就伫咧讲讲这五四三就对啦。哦，啊，然后呢，甚至讲到上极端的时阵呢，伊阁直接讲哦，啊那些搞台语的呢，啊，譬如讲，即个内容费啦、安徽人啦，哦，啊，变成遐台语文呢，是来不伦不类啦。你哦，伊就直接批评开始批评遮个啦。哦，啊，即这部分呢。啊，为了证明讲话，我无去台湾讲话，咱去来听，听看是安怎讲的。伊伫遐规定讲，遐教台语的呢，拢不伦不类啊。啊，咱来听看嘛，看伊是不是安尼讲哦。好，来来听看嘛哈。声，我讲，刷一下声就好。来听看卖哈。这些搞台语的人，在英国是政府政府的有关部门的统一，有的搞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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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那我们共同的来把维护你，更他的赞助啊，今天一批留学生，把他们送回来，啊，一个还有不伦不类的啊，那个来，啊，当然这个时候我就家己也摆下抗议啊，吼，就像安尼，吼，那个真的是听袂落来嘞，伊已经不是了有白讲啦，搁你遐头痛，啊，变作咱个时候是咧现行犯同款啊。啊，啊，当然，这时阵，
我就穿安尼啊，夜牌啊，啊，我夜牌的时候我嘛无多讲伊个发片，我干呐，就安尼啊，皮包皮了，表示我系空皮啦，我嘛无多来用发片啦，啊，我迄牌啊呢，我用中文甲台语两种的语言最熟悉啊，啊，中文写讲哦，台湾作家不用台湾语文，却用中国语创作歌词，啊，台语呢，咱写讲台湾作家爱用台湾语创作。啊，那个用翔义安尼，他也蛮抗拒的。啊，当然一届时阵就袂抗拒啦。哦，即咱就是讲即、个加几用突破的呢。哦，啊，伊讲袂差，爱用突破加几啦，袂抗拒。伊就安怎呢？跳到遐要来要打拍，哦，啊要南美，啊伊就南美啊就来拍，哦。啊，像那伊即个像，啊，像安尼吼，伊个介绍本身起来嘞，吼，啊，就用北京嘞阿妹啊，吼，阿妹啥嘞，啊，无咱请伊家己来讲吼，我好慢慢录音起来吼，来咱听看觅嘞。啊，好，咱听一届就好啦吼，诶，因为咱这是为了追求真相嘞，所以咱请各位请包涵一下吼，啊，即个。啊，但是咱俩空气爱着正，当然正袂爽啊！啊，爱着包括像这边啊，咧，这个青红山、红山区咧，就来要抢我卖，迄个抢我的海报啦，吼！啊，这个洪水平咧，见小灯生气，哦，啊，就抢来，啊，伊个衫脱掉，刚刚要相拍两款，哦，啊，抢我要来拍，啊，搁也骂我了，对啊。啊，都话啊，讲哦，啊，怎个事啊？你太乖，等伊讲完哦，等伊一点钟演讲讲完的时候，咱输个样嘞，再出来讲好啊，哦，好呀。这种节目就是像安怎嘞？就刚刚就讲哦，你看到一个现象翻来，哦，啊是要要人讨动啦，哦，要讲你来注意来要来肯动嘞，还是讲要肯这个塑化剂嘞？哦，啊你是要随时间做动起来，还是讲哦，我叫阿你等你这。这水呢，甲淋完吼，啊你上面了嘞，哦，啊是呾不幸过身是安怎嘞？啊你再警察过来过，当然咱是现场啊，咱随个主动啊，哦，咱咧就伫遐听讲话咱话真嘞，啊是讲前话一寡文件吼，了了了了外传，报讲有啥物，未前话则袂演讲，我着去遐共闹闹啦，我袂来嘞，哦，啊好在即款规定咱着录音起来。啊，后来我们才公布出来，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前阵呢，啊，不要笑啊，啊，这个我控制了呢，啊，当然媒体啦，啊，特别是联合国啦，哦、啊，计当当的用头版啦，哦、啊，用专版的，其他都打不好啦，你看咱看遐无水准，遐人控制啦，吼，啊，伊拢无去针对黄春明，去针对江春，刚刚讲哦，啊，咱来开始拍，来演讲，哎、欸，奇怪呢，啊，伊遐在人头度，伊遐人。扭曲事实、歪传事实，啊，拢无去讲着伊个问题，啊，拢甲人讲白，实际黄春明佫出嘴人骂呢，骂佫是用北京话呢，毋是用台语呢，啊，即讲台语是黄春明个母语呢，啊，啊，伊竟然即摆就放弃家己母语呢，啊，话北京变做伊母语啊，所以呾伊开嘴还是用北京话，演讲哦，也用北京话，骂人也用北京话呢，啊，实际伊讲着迄个。咱台湾有一个俗语，讲有唐山公，有唐山妈。伊唔像台语讲诶，伊讲哦，有唐山奶奶，诶、欸，有唐诶、欸，有唐诶、欸，有唐山爷爷，没有唐山奶奶。你讲听下落，我台湾俗语讲诶，用北京话讲安尼啊，哦，真嗨呢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啊控制了呢，每只都难过好啊，啊，甚至包括这个小板板，我恶真诶，伊嘛篡改地方。这是两人，然后我底下出来吼，伊个人中呢，伊创干啥呢？第，伊原底演讲呢，咱拄在网看，伊讲台语文的嘛，哦，啊咱伊即下咧创改地方，改做啥呢？改做请读一页小说，意思是讲吼，咱农村人伊讲台是讲小说啦，唔是讲台语文啦，是我怎样有迄人带人去闹啦？哎，
迄红的迄人傲你知道？明明迄演讲小品老弟，伊嘛硬甲讲，当时你讲小说，啊，我传迄人，传人迄人红啦，啊，这个不了，有滴位是甲止损，而且才改过，而且我无啦，迄坑唔对个，我笑死啦，后个坑唔对个，后一个呢，啊，无好搞到咱有看现傲他，甲翕相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迄个另外一个了，这是恁网站哦，恁个网站顶头个，恁本来。这个跟这个用现场的转播，是放的转播，现场拢有转播，转播了呢，各有影像放伫网站，拢会当吼随时去点，会当去看。啊，结果呢，遐侪作家，大家拢有春恩春明这场的录影音啊公布，为啥音啊公布？啊，因为内容到底是安怎，音啊唔知嘛，就是恩春明伊啊偷渡，伊啊侮辱台湾人。也侮辱台湾母语，也看清台湾母语，这画面伊唔敢互知影，所以你啊，规个拢，甲龙眼大用掉。啊，你啊，嘛是伫故意去甲质询讲，啊，你是安怎来龙眼大，唔敢公布，吼，啊，你逐年都了有是安怎加质询无？结果伊安怎讲的？伊讲吼，迄个黄春明无受管呐，黄春明无受管，互让办公室头公开来控上着。我这奇怪，各位都在听我短毛听一句话，你讲我知道你们在录影，没有关系。哎，吴尊连你刚家己嘛是啊，要批评这个啊地龙会啦、安徽人的时阵，伊家己嘛讲我知影你用你录影啦，啊无要紧，哦，伊家己在安尼讲啦，他有可能讲啊这个龙眼大，伊无受管，啊骗人办办半天好会，我常常话你办天好会。啊！咱咧办迄个进程，就拢会先讲讲啊。咱这即个话讲是录影，譬如讲像咱办面证，即嘛是拢有录影个啊。大家嘛知啊。他后来讲事后呢，才讲啊，伊无受管骗人嘛。啊，用这个解释讲，我知道你们在录影没有关系啊。啊，是安怎？因为伊唔敢互人知影真相啊。啊，这就是用国媒体的恶势力，伊拢来暗藏真相，来扭曲事实。欧美来讲，被来讲说欧美啊，欧美不分呐，啊，这个中国媒体是安尼，啊，所以呢，联合报包括国新闻这两、这两报呢，头嘛是用中国人当面一直遐报哦，哦，讲咱是啥呢？哦，讲咱这个是台语的沙文主义啦，哦，啊，足奇怪呢，这咱是要求咱有母语的创作的权利，母语的教育权。哦，啊，公道来看哦，对这个台语的时候，我们注意来。啊，这呢，啊，那讲到这个这部分呢，爱就讲单方面啦，哦，这连续剧演落去，啊，如果一开始很纯平的，联合部跟中国时报，啊，伊也来来采访单方面，看单方面对这件代志的看法是安怎哦。啊，实在讲，单方面迄间也无在场啦，伊无伫现场啦，伊也毋知影，伊也变个到底发生啥，伊也毋知啦。但是伊在传着伊家己本来遐记得遐迄种个印象吼，家己凭伊家己个想法呢，就去破案啦。啊，伊当个破案呢，伊就讲吼，我着几个重点啦吼。伊嘛，伊讲台语有文学啦，台语有文学。那台文学佫较了无艺术性吼，安尼台文学全无能力啊。啊，讲台湾文化出无能力，台湾母语写台湾话出无能力。啊，啊，只咱等下咱来补，连补个只拢唔是事实，咱等下会补充个补个知影吼。再来，台湾面嘛是啊，讲吼，咱只叫做台语个霸权啦。哦，讲咱只台语个霸权，你欺负华语啦，欺负只中文啦。哦，我讲只嘛真害啊！即咱等下嘛会补补个知影，讲为啥我台下。啊，台语课是偌济，啊，华语课是偌济，我想大家嘛拢知影。即摆是无论教也好，媒体也好，大多数拢是中文做主体的。啊，咱是要哪个办法？咱即摆台语知名就亲像啥呢？敢若咱各位伫路边伫行，啊，伊拄着土匪吼，啊，土匪掠刀掠枪要甲咱刣呢，要甲咱抢钱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会刣甲受伤呢？咱是忍耐迄个疼痛，忍耐迄个忧伤，迄个
哦，正当的事来小军来甲剩一个喙尾甲拖一下剩一个喙尾，伊即摆来讲哦，你先来甲我拍，安尼来甲我剩喙尾，你安尼哦，我白来嘞。哎，阿姨拢无想，啊你掠乌掠青，掠人害人，掠人做土匪，掠人抢人物件，啊人杀甲受伤，即个无你甲指责，敢讲咱甲剩一个喙尾，讲安尼袂使。那这是正当的防卫呢，啊宋文成讲出咱是办法。后来呢，伊就讲哦，啊，你若主张台湾国语思想哦，啊，咱呢会在话台湾话，讲台湾话就变作 A 啦。啊，啊，刚就是讲台，一定要用标准文，较会看得到。啊，若要看，啊，咱就要用英语落来。哦，啊，来用英语全世界拢买通，台湾用英语啊。啊，你台湾用汉用英语啊，你就汉用英语书写。哦，后来就讲哦，啊，你若台湾的中文呢，客人用客话。啊！台语人用台语，啊，番薯用番薯，啊，就袂沟通一下，失去沟通的平台啊咧，好奇怪咧。啊，若照这逻辑来通，啊，若安尼全世界可能用英语倒来咧，哦，咱是有始有终嘛。你若台讲台语人较侪乡住，你就用台语做主要沟通的平台啊。啊，你若去客人做讲闲话的人较侪时，用你用客话啊，迄是咱春秋一个嘛，哦。这个来讲哦，啊那大家逐个拢在坚持哦，把你努力的时阵呢，安尼就我就沟通啊，笑死人，哦，啊这就是单方面，啊单方面这样是啥呢？是啥物人呢？我嘛简单补充一下哈，伊呢，伊家己嘛讲，伊讲伊少年时是做国民党诶，啊，啊是去甲美国留学的时阵呢，才读到一寡海外一寡资料呢，才觉醒家己是台湾人。啊，啊，尾啊呢，伊就伊迄当时，把林志坚、柯信良，哦，到就是海外嘛办大事，哦，啊，尾啊，等下台湾是把这个林志坚文章，我来主持嘛，哦，啊，当然搞尾啊时阵呢，啊，这个阿炳啊第二任了呢，啊，可能啊，这个较大岁啊，哦，阿嘛无会像以前遐侪主王是，尾啊就大家都反对，较反对国民党一边。啊，所以人讲伊这个变质量啦，哦，变来变去啦。啊，伊即卖目前呢是担任这个政治大学台湾文学所所长啦，啊，啊，伊当初时呢，就是伊当我搭车做台湾人迄段时间呢，伊曾经嘛当陪伴过义工中啦，啊，义工中啥，咱即下连续票就搁换出，搁来讲个义工中之类啦，哦。单方面，以前为啥物规划义工中？当然，伊咧讲义工中无认同台湾嘛，哦，啊，义工中伊算是中国出世的咧，哦，啊是到大汉了才来台湾的吼。啊，这个义工中是啥款的人？咱嘛简单补充一下吼。伫这个1977年的时阵咧，义工中咧伫这个联合国的副刊。看一篇文章叫做《人来了》啊，啊，这《人来了》是讲啥呢？嘛是讲外国啦。迄当时1970年代呢，有一寡作家伊会描写着咱台湾的地产的这农民啊，还是讲做工的人咧，啊，伊的生活困苦等等吼，描写着这写实的这作品咧。啊，这伊讲中就讲，啊，你这工农兵文学，你这共产党啊，哦，拢就只讲外国。对啊，讲这种共产党，哦，讲安尼袂使，讲安尼也遐乖就对啊，哦，啊，伊讲中呢，当初伊是无认同台湾文学存在啊，伊认为台湾就无啥文学啊，啊，足讽刺的呢，当初是认为无台湾文学的人，啊，是只认为讲这台湾这吼拢是国民兵，拢是拢是共产党的人呢，啊，甚至迄当时单方面嘛是。比较批判，批判伊讲中国伊讲台湾，结果咧，这张相片是2008年翕的，是啥物咧？彼当时单方面，啊，用正大名义颁发一个英语的文学博士号，伊讲中啦，2008年，啊，过咧，现在足奇怪咧，当初是单方面是咧批判伊讲中国伊讲台湾咧，啊是安怎买来安尼？但尾后一个共同的交集就是中国啦，啊，拄则讲个单方面的变相融啊，伊尾后我对中国迄边遐个，所以
伫2008年时阵建台呢，啊，伫即个陈方平诶即个运动之下呢，办好一个本，他的复苏吼，办完他的复苏，业务复苏，哦，即个义工中啊，啊，即个义工中嘛，伊领即个奖，啊，像阮义工中他则无价吼，当初是讲无办无太存在人啊，即摆讲伊领办文学诶文学复苏啊。啊，这样足奇怪嘞！哦，到底是伊是有骨气还是无骨气？真系嘞！啊，这种就是商品死鬼店啦，人拢在卖啦，中国遐卖，台湾遮卖啦。哦，啊，这几年嘞，啊，因为咱开放这个去中国自由进出去中国了，伊当中这几年嘛，天天走中国嘛，走中国当然就是走到他嘞，伊家己嘛讲啊。你过去写一个乡愁的物件吼，即摆拢写袂出来，因为太想去中国啊！哦，刚才走到遐，先过先食伊啊！哦，啊，所以像义工中即种诶，明明着中国人啊，啊，伊都无自由班，无太存在。结果呢，伊即摆啦，拢连黑着要霸占迄个解说权，讲哦，台湾人就将只中国人创造出来，意思讲啊，恁台湾人无文化啦，啊，台湾人是只中国人创造出来。哎，我带来补充，去解释我们。到底台湾有哪有？有啦，我带来详细来解释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像这呢，单方面这嘛是同款的。啊，单方面呢，伊即卖就伊到他内底，啊，啊，就摕这个解释权嘛。伊即卖都去铺上呢，铺伊公用啊，啊，就铺白先用啊，白先用啊。啊，啊，这样拢是啥？拢是在台湾的中国人。哦，啊，拢在国家啦，意思讲哦，这人拢是台湾人代表，啊，你讲台湾怎么讲这啦？啊，叫咱正当台湾本土台湾人写作批评对，伊拢无要甲你讲啊，这样多可恶嘞！哦，非常可恶嘞！甚至了讲什么台币霸权，咱等下会解释，会当好讨论哦。啊，就讲到底呢，啊，是伊正台台风所。较阿爸是，咱等下详细来看资料吼。啊，即部分咱就先多看资料吼。所以呢，简单讲啊，吼，咱针对遮个即个抗议遮个代志咧，啊，当然话讲啊，啊，即语言，语言都交通功夫尔，咱较袂遐计较。哦，即语言不只是交通功夫哦。哦，你若讲外语啦，啊，外国语言，啊，迄是交通功夫。譬如讲，你想要去日本做生意，要去日本。有法度，你学一字嘛，迄个交通功夫咯。但是母语，咱个母语就毋是交通功夫尔嘞。伊若是文化，诶认同、族群认同，还是我可能嘞。即部分咱等下去详细讲迄个语言甲认同个重要性吼。再来就讲，咱个主题是讲台湾作家爱用台湾语来创作啦。当然，伫过渡时期，因咱即摆伫校内底包括。我甲各位真侪人，过去去读册时阵无受过正式的母语教育，啊，咱拢是受着中文的教育。对过去是咱能理解，但是咱即个讲是用外语，但是咱未来要怎样上？是要继续用中文，还是讲恢复咱家己的台湾语文？咱有一个误判啊！啊，应该是安尼个对啊，不是讲啊，咱即个用中文啊，啊，咱就继续用。哎，这是有真大问题。即个亲像刚才是讲哦，啊，你中华民国，啊，现状就中华民国是这样。啊，你刚才讲是讲，啊，要既然伊就是这样，咱就继续维持吼中华民国统一就好啊。啊，这是两回事啊。咱未来是毋是爱有家己的一个国家，还是安怎？啊，这应该是误判嘛。啊，所以这个疑问也是同款。虽然讲咱过去是用时代的关系，互不一致。啊，譬如讲日本时代，日本人变到马来西亚呢。所以当时国不是中咱用日文，啊，啊，国文讲来了，对咱用中文，还是国不是中啊，啊，暂时用，但是二十档啊，三十档啊，咱希望嘛是要建立咱个语文啊，啊，这种就亲像啥，就亲像讲，比如一个国一个周边啊，啊，有一个国娘嘞，哎，啊，伊都会听晓，好死唔死拄着一个怪叔叔吼，拄着一个歹人嘞，甲掠去甲强，啊，迄个性侵。叫做性侵了呢，啊！这个歹人，我甲讲啊，啊！你就既然我糟蹋伊啊，吼，啊无啦，
你互我做小三，互我做细女，好无？嘿，这够这够有理。我是讲，我是怎样强伊呢？啊，但是我既然我强到，我对就对好啊，那我就担心。哦，所以赶快义务也好，国家也好，咱这是国富民强，但是咱也是不难，未来要听什么话？啊，再来就是说咱说尊重单义务，单着咱自然的语言、客语，甲咱台语啊。这个伊即摆拢甲恁讲话，讲咱尊重的单语，我讲单语尔。啊，这是单语霸权的，你压迫就欠他霸权。这个作弊过来嘞，包括咱现出世的这单语文作班，还有单语文这团体啊，那我是尊重单语文的班，完全的客家甲单语，也是讲无得话。这我是咱台湾的语文啊，结果伊就要甲你话哦，来勉强啊。好，啊，再讲一句嘞，就讲是不是这语言嘞啊？基本上是过渡期，或者是种些工具啊，从基础尾到上过，互咱达到一个基本吼。啊，即摆呢，接下来咱就来讲吼，即、這个黄春莲也好，单凤莲也好，因遮人是安怎来扭曲着咱个历史？你讲吼，你台语无读书啥？台语无文学啊？吼，你若讲黄春莲讲即个话吼，咱个人比较营养，就变纠结啊，伊是个小说家尔嘛。啊！你单方面做为单方面去单嘛，所有教授还是所长呢？正面人讲这个话啦，讲台语也无文学啦。讲哦，单方面人用母语书写就剩两样尔啦，讲这个话啦，你讲听下落。咱正下落来讲哦，台湾话文的白话书写历史哦，比中国老师用搁较早啦。中国人搁了知乎者也用方言文的时阵呢，咱就已经用白话文去写作、去创作。咱遮就各位来看遮历史吼，啊，真正是较早期，台湾十七世纪时，即、這个西班牙语文啊，透过荷兰人啊，即个来传来了呢，利用即个西班牙话啊来写圣经，甚至到设学校来咧教育，啊，甚至咧咱通称做新疆语文，啊，当然从上早时阵就有啊，虽然较科学不了即个语言甲文学等证。啊、哦！但是后来呢，台语的部分，即摆阁真侪人在练啊。啊、哦，台语你当用汉字来书写，嘛当用罗马字来书写，甚至是用汉字书写，叫做国策的变化。啊，甚至呢，啊，叫做何时帮啊，大政国啊，即用汉字来书写，而且用罗马字书写的话呢，啊，就讲一百八十年，台湾上早报纸。台湾普城到外国，每个拢是用罗马字来书写的，啊，啊，再来，有人来讲哦，哎，啊，这个台湾普城到外国啊，啊，这是拢跟到外国关系，啊，这跟台湾哪有啥关系？跟咱一般台湾老百姓啥关系？哎，是有关系哦，哦，像我本人，我本身嘛是到外国人，但是我感觉，哎，伊这个。台湾想教育了解相关的刊物嘞，对咱台湾的文学也好，早期到贡献非常大嘞。安怎话，咱来看吼，咱来讲到这个欧洲啦，吼，欧洲的，比方德国啦、法国啦、英国啦，吼，因这国家近代的这个民族文学，还是国民文学，是安怎形成嘞？其实是拢跟这个宗教有关系嘞，啊。你像讲德国个，你啊对德国个文化有了解啦，有通知吼。讲到德国近代即个白话文化，一定拢会讲到马丁路德伊个贡献。啊，马丁路德贡献是啥？是讲伫过去呢，中国世纪个欧洲呢，迄当时个圣经啊，拢是用拉丁文写。啊，迄当时个教会就拢真大吼。啊，即、這个你若去教会呢？你看新疆上大地，哎，看老百姓看过来，啊，拢来啥？拢来读书啦，遐个新职人员才看有嘞，啊，哎，看来读书，啊，遐新职人员呢，遐新妇呢，看来了呢，哎，才甲你讲哦，啊，上个风扇新疆来的是安怎嘞？啊，哎，当时就发生真侪问题啊，就是讲有一寡新职人员呢，啊，伊个国别解释啦，啊，伊个解释可能够啦。圣经原理无共，伊拢被歪出来就对啦吼。啊，即个
问题愈来愈严重啊。所以过两年，马丁路德伊呢，就提出主张讲爱宗教改革。啊，什么叫宗教改革？伊有讲讲吼，这应该呢，和一般的教会者信徒呢，会当直接甲上帝来计较。啊，无需要经过再神职人员解说遐圣经。啊，你一般的老百姓，一般的信徒呢，会当来直接甲上帝计较，上好的啥？可以当家己看圣经呢，用伊话写来看有啦，安尼是上好的。所以呢，伊就开始动手，把迄个拉丁文的圣经呢，甲翻译用伊即个德国的白话甲翻译甲写出来。啊，啊，伫迄以前呢？德国人哪写？嘛无人哪写啊？嘛台湾哪写呢？因为迄当时的德国人是干哪讲尔，很哪写，知？所以后来呢，就是马丁路德伊把这个圣经呢，甲翻译做德国话，用德国话的这个白话来甲翻译来。啊，后来呢，你透过这宗教的这个传播呢，啊，这圣经变成迄当时信教人伫欧洲侪嘛吼，啊，为着要读圣经，大家拢爱学迄个。德国话怎啊写？所以伊这德国话飘出慢慢建立来，哦，所以伊这德文，诶，这个现代德文就是安尼来的。哦，啊，伊一般人呢，伊就把这个德文的这个书写的这个技术、技巧呢学起来了呢。当然，伊除了读圣经之外，伊就安怎来做其他的用途啊，做其他活用啊。啊，比如讲，诶，伊就讲家己细汉的时候听过这囡仔歌呢，甲记录起来。啊，像你听过只民间故事呢，你甲猜咯，甲记录起来，啊，啊记录起来了，怎啊，变做教材啊，爱咱电话来咧教，啊，伫各地教了来咧咱教，所以呢，德国人意识就安尼起来，啊，伊就好咯，我教遐物件，我教遐同款物件，伊就开始，啊，咱是德国人，啊，啊是咱是法国人，啊，咱是即意大利人，即民族意识就安尼形成来，啊，啊所以呢，伊即个文字。哦，啊，除了遐会做菜之外，伊若是较老的人，伊来当伊当创作啊，啊，啊，伊就用伊原底遐个民间故事做基底，然后去创作较近代、较新的文学作品啊。所以，近代德国文化是安尼形成的咧，即种甲宗教有关系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台湾早前嘛是同款啊。虽然讲一开始呢，遮个文字还有遮个宗，遮即个拢是为西方的西洋的这些同道是传出来的，啊，但是呢，你若为整个这个欧洲这个民，这个文化的发展的这个历史来看的时候，啊，其实拢也是安尼，啊，啊，这个报纸呢，虽然讲主要一开始是为了宗教，但是伊内底嘛真济，比如讲像这个文学的这个创作，也是讲这个新闻事件，啊，也是讲历史故事，也是讲这个啊科学新知。啊，顶顶真侪啊，真多元吼。咱即下来举一寡例啦吼。譬如讲，用即个小说好啊吼。伫1886年的时阵呢，有即个白话小说，叫做《日本的怪书》吼。1886年，啊，这《日本的怪书》呢，这是写啥？大家够人读过？即个够人读过即个？啊，到这边这篇哈，白话小说啊，就本来怪书1886年吼。伊这个故事是讲啥呢？啊，伊是讲吼，有一个人去这个大学当教，一个人去客店嘞，啊，遐过年就对啊，啊，咧过年时阵交代这个头家呢，交代这个旅馆的头家就讲吼，头家啊，啊你明仔载呢，早起时来甲叫起床，哦，啊，甲咱咧靠住，哦，啊，这个头家就甲答应。隔顿工透早，哦，伊就要甲咱闹恁啊，当然，伊古早时阵无电量啦，哦，所以闹恁考是爱用，所以即个头家就要去甲即个人客来闹问咧。啊，当伊要闹问的时阵，伊即窗仔边咧，甲影去，伊讲，诶，真奇怪呢。啊，即个人，即个人平时咧困，啊有加棉被，啊是安怎棉被有拖一个雨衣，袂流走来，伊讲真奇怪，伊奇怪，啊，即到底是人？也是狐狸精，也是啥物？哦，伊本来人无啥敢问，尾仔伊也是提出勇气，就扑扑问问去啊！哦，
啊，即个到门去里面呢，伊就讲话就评出来，哦，啊，即个人家看到头家评价，啊，无咧想话吼，啊头啊，即个头家嘛无啥难过，尾啊呢，即个头家也提起讲评价，啊对吼，我拄则咧去来时阵吼，看到你有可以的买伊啦，啊你到底是哪行来可以请？啊，即个人家听安尼讲呢，伊就。也想阿基的司机，这个在上班族啊，在比例在上班族啊，用当时把这个头家讲讲无对啦，我就山顶来好听啦吼。啊，这个要点的，就来讲办理，安尼啦，你帮我报销这个比例，恁同学知，我卖讲讲我是好听。啊，你帮我报销这个比例呢，我就给你报一单，啊，帮他报一单。对吼，你若提十号人呢，去标人呢，用用迄个迄山顶头啊坑的吼。计算单号就变二十号嘞，啊，啊，你若放二十号，计算单号就变四十号。啊，这个头尾想闹只好康的代志，啊，不然个人又想按蒙起，蒙起蒙起啊，啊，无摆开，气化咪。所以今仔个计算单来提十号人嘞，去标人跳进去遐来坑嘞。计算单过去，哎，伊今仔看变二十号嘞，注意二十号来坑嘞，计算单过去变偌济？变四十号，啊，我想啊，爆死啊！你，我这真正是好利，真要来过温啊！伊就想讲，十号、二十、四十、上班呐，我来囥较济，我囥一千块个啦。所以呢，这个人用一千块个啦，囥在这下面囥在上班顶头，囥一块一千块个。这种感觉嘞，变哎，哎，两千个太拢无去，我奇怪是要上天去哦，有无个乞丐？你提一千块块坑嘞，计算单搁去，嘛是无去啊。买来只方便袋，我用变钱啊变去啦。啊，用咱这样话，我用诈骗集团骗去啦。啊，啊这就是啥？人讲话消贪，就弄袂啦。哦，人先消贪啦，你啊，霸王当前，咱的祖先就甲咱讲啊。哦，人先消贪。哦，这个咱即卖嘞，哦，嘛是同款，你不时听到人迄种拐钱啦。啊，无怪选票啦，哦，真害嘞！霸王当台，咱要去搬个大台嘞，哦。所以你看，这霸王当是1886年嘞，各位啊，中国股市都是当时，我知啊无？嘿，1919年嘿，中国股市运动，啊，什么是股市运动？股市运动其中一项上重要一项就是这个革命的运动嘛，吼、哦，就是中国过去嘞。主要上文言文，啊，到我差不多20世纪初的时阵呢，哦，真侪知识分子包括即个欧式啊，啊，伊遮啦，啊，像即个鲁迅啊，单独是伊遮人呢，伊刚刚讲袂使继续用文言文，爱开始用白话文，啊，所以伫1919年呢，就即个中国的即个白话文运动的产生啊，啊，为了开始较愈来愈侪。因为即个中国人开始讲话讲，卖家用方言，爱用地话，哦，各位，啊，咱拄则讲个即个日本的怪书，即地话小说，当时啊，伊读不落去嘞。啊，咱文化史运动前30几年，咱就已经用地话来去创作小说嘞。啊，啊，不只是小说尔，真侪啦，啊，包括是歌诗啦，还是讲即个散文啦、游记啦，嘛拢真侪嘞。哦，过来，咱即下搁记一个咧。各位，真侪人拢爱看像格林童话啦，还是安德森的童话啦，哦。啊，啊，像格林童话是安怎来的？啊，格林童话内底有一个叫做灰姑娘，我想大家拢知啦，哦。你捌看过灰姑娘的台语版的无？哦，可能在座大多数人看拢是大多数拢是看中文版的啦，哦。但是呢？那1919年，伫台湾好像到了就刊载台语版的灰姑娘，啊，台语版灰姑娘伊翻作啥？翻作头拖，头拖因为这个女主角新德瑞拉嘞，啊，伊到底卖头拖，啊，啊你头拖咱知，乌啊你手摸嘞，乌啊还佫摸伊面，伊就乌去啦，所以叫灰姑娘，啊，台语版的灰姑娘嘞，啊你看中国嗰啲知识分子也是，咱都已经。然后创作的后为欧洲翻出来，即个外国文学的作品的，哦，所以呢，像这物件，我多少拢唔知，但我们嘛唔知，哦，
好，咱再来看嘞。单纯来讲，即个是即个底片的小说，单片的小说嘛有呢，像这单片看，单片看嘛吼，伊单片小说出四线，1926年，啊，还是讲其他的吼，啊，像这个蔡培慧，伊的这散文，还是讲这文化评论的册，或者十项关键。1925年所出版的，啊、哦，而且十项关键呢，是要描写啥？主要是讲评论台湾文化，啊，台湾文化要怎样发展，要怎样咱伊个有文明有进步，哦，啊，伊提出伊个十大个主题、十大个诉求啦，啊，啊，做一个评论，啊，啊，其中呢有一个呢是新台湾甲罗马是关系，啊，啊，即内底呢，啊，伊即本册。包括我是用这个台语的马来西亚吼，伊才有写的，伊讲哦，阮岛人拢共有360,000人，仅仅才差不多200,000人有学问，敢毋是真少吗？这是甚物原因呢？一项是咱家己袂晓看学问重，一项是识法的人无十分的诚实，还佫一项就是要论学问的文字。言语太干脆，非常过于恶。哦，这是1925年的时候，伊就安尼看哦。哦，我台湾话未发展哦，有三大原因啦。第一，咱家己袂晓看学问重啦，咱对文化都无重视啊，对咱的祖先到今，都拢无重视。咱拢爱重视啥？重视经济啦。哦，重视讲哦，啊，趁钱有趁多，趁少安尼尔。啊，剩的拢无重视啦。哦，啊，再来。识话人无十分诚实，就是讲迄当时日本人都无钱要互你有学问嘛。伊日本时代互你的教育是摆摊教育啊，互你的拢是啥？教你兵农学校啦，哦，教你安怎种田，安怎做事啦，哦，也是讲教你一寡赚钱的啊。但是呢，对着遐法律啦、政治拢无学问，对着遮社会科学。对着遮个甲其他思想有关系，伊拢无爱。为啥我互你学？因为惊讲吼，你若捌着法律、捌着政治呢，捌着遮个较社区较物件呢，你着改正啊，你着争取你家己个权利啊。啊，迄当时日本人伊袂啥，啊，你着吼乖乖穿教安尼啊，会顾主人吼，啊，主人叫你创啥，你着创啥出来。伊着用即个呢。啊！即个后来国民党也是同款的，不过国民党来个台湾也是同款用这个这个步骤哦。所以又讲着，遐个日本人无真正是有心要予咱啊发展文化。要搁一项第三项是啥？啊，就是这文字遐言语的深海恶嘞。啊，日本时代你得用日文，啊无你着来用汉文。哦，啊日文呢，对咱来讲是外国语文呢。啊，汉文呢，叫做歹学个。啊，咱俗语讲吼，讲汉字咧读袂捌，喙手就拍死个。啊，嘛讲歪毛乌鼻罩，啊，迄、那个啊四书五经读到吼，啊，毋捌歪毛乌鼻罩。啊，迄、那个讲这汉字吼，非常歹学个。啊，啊，所以你若学歹字呢，啊，以前嘛做过统计，你知道一般人几个月较跳个，两三工就会晓个，啊。啊，所以这是这个蔡培慧伊当时所讲的十项观点吼。啊，再来，除了这些之外呢，嘛有以下的课本呢，啊，什么1917年戴锦修医生呢，又出一本叫做《内外科看图学》，内外科看物学，啊，而且《内外科看图学》规本嘛是用台语的翻译下来。哦，爱个副文文英文，哦，安怎讲？爱台语安怎讲？你若看，那些东西，就用白话咧教伊，哈，咧教好你个，你遐知识来个。用讲到就讲说，用咱就已经用啊，咱就较进步安尼，哦，过来。像这个数学课本，1897年，这数学课本叫啥？必选的初学。哦，你来教讲哦。技巧的法度，啊加法减法，啊要怎算？教我当前啊，你看，
1997年迄当时，即个中华民国还未出世咧，还阁是晚清的时代咧，哦，啊，还是晚清的时代，咱就已经在进步啊咧，你嘛就用，你用白话文，哦，啊，你教数学，啊，你教语学、天文、地理拢有咧，哦，真侪咧，哦，咱中国是休困啊，哦，啊，你无耐心。大家不要紧张，来，阿兰就总结哈，阿兰再来过来介绍哈。起立，这边，站立，下次咱修理交通进步。能不能再Thank you.
Thank you.
上课了，好。请起立，那个，嘉丽，嘉姐，好，咱拄只介绍到这个数学课本吼，必选的错哈。啊，即卖呢，啊，咱拄只介绍只呢，拢是超级霸当前的代志啦。哦，啊，当然回答讲。啊！你即摆当就有，啊！你即摆当阁有继续，啊！当然嘛是有，咱即嘛是阁有继续啊！哈，咱再来介绍一寡目前还阁有诶，即个台语诶杂志吼。比如讲，像即个战后会使讲算是国内上早出版诶台语文刊物《台语通信》，即嘛阁有发行诶。啊，即他1991创刊诶，啊，到今拄好28啊，嘛还阁有存，还阁存在。再来像讲《台语网报》。啊，啊种海岸台语文学杂志，啊，啊种台语正传，啊，啊种小都市像这文学杂志，主张用台语、用客语，用咱家己母语来书写杂志，嘛，咱还阁有伊个，啊，啊包括像这个客语的吼，客语，啊种闽南语，啊个啊闽南语，啊这个客家啊文学客家，啊这个杂志呢，嘛拢还有啊。啊！即个杂志呢，各位一份杂志要当挂落去，爱有请一个人包过，咱，我都继续的。爱当饲遮个杂志，表示啥？
有一定的人口是坚持要用咱家己的母语来创作、来书写的，所以单方面身为台湾人，所以说明竟然学者唔知，是真正唔知，还是台湾唔知要甲咱落乌、要甲咱扭曲，这应该有机会大家来问看卖咧吼。为什么咱会像咱拄则讲的这历史，为什么咱唔知啊？因为咱都拢无母语教育。在座我相信大多数的人细汉拢毋捌用台语也好，客语也好来受教育。台湾自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，一直到咱2001年才开始有所有的台湾本土语言的教育。敢若一礼拜是真啊，敢若国考有尔。若国中、高中以上就无啊。国考一礼拜是真，是真是几点钟？40分钟尔，无甲一点钟嘞。所以咱只来看吼，咱待会来看，后底咱只来教育，对着这母语的教育，先来放下。除了讲这进程嘞，咱是引用一个越南的历史学家叫陈永金，这个人呢是真有名，这个越南的历史学家吼，算是第一个用越南的史观。啊，佮用越南的罗马字来书写越南历史的人，第一个吼，伊的分量就清楚讲，苏联啊，啊像汪永德啊，吼，伊算较早，即个来去写台湾历史，啊，譬如讲苏联四百台湾四百年史来讲汪永德即考古的台湾，啊，可以说安尼一个地位的人，即个陈永金呢，伊有出一本越南历史的册，叫做《越南史录》啊，《越南史录》的这个册啊，这本册内底伊伫大话头伫这个书面内底呢，伊就有讲啊，伊讲呢，伫过去迄段中国统治越南迄段历史呢，唔管大人囡仔啦，小人去读册咧，拢当学中国历史啦，拢无咧学本国的历史。且写诗、写赋、写文章呢，嘛拢用中国的做经典啦。对着本国的代志，就拢无咧提起啦。咱国的人呢，把本国历史呢，当作咱倒去安尼无重要啦。认为呐，知影家己历史无路用啦。为什么安尼？从自古以来，咱拢无家己的国文啦，拢爱借人的文字啦，借人的文字来学俩。但是拢受着他影响。伊讲出这段这个状况呢，就清楚啦。甲咱现初时的台湾的状况嘛，足同款的。你啊看，各位，恁去，你回想以前，恁去读册的时阵，有讲到偌济台湾史，还有讲到偌济台湾文学，非常少的少啦。二拢学中国语文啦，中国历史啦，中国地理尔啦。到咱今，虽然小可有改善，但是呢，迄改变就真少嘞，嘛是还是非常少嘞。所以越南因迄以前经历过即个代志，甲咱即摆拄好拢同款，一模一样的历史。但是咱即摆越南是安怎？咱有家己的国家，甚至伫近代，伊会当摆脱着法国的即个统治，再当拍下着只欧美、美国，像英国伊只的即个军队，会当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，这是啥？咱有坚持啊，坚持因的理想啊，咱即摆来讲，咱台湾的，台湾的这个母语教育权是安怎吼来发生吼？我把统计这张表出来啊，这是从小学到大学，每礼拜，每礼拜呢，你啊学着华语，学着英语，还是台语、台湾母语呢？大概有几节哦？你啊看，华语啦哦。国小叫做国语啦，国中咧叫国语啦吼。平均国小是一礼拜才五节至六节啦，国中咧一礼拜嘛四节到五节啦，看翻学校啦吼。高中嘛是差不多四节到七节啦，到咱大学咧嘛大一国语啦，差不多逐间学拢是必修啦。平均大学咧一礼拜咧差不多爱修四个学分至六个学分啦，你一摆上台必修四个学分啦，不管你啥物事哦，你读理工咧读。读文科还是读医学，拢爱修哦，必修哦，四个学分至六个学分嘛。
咱个囡仔个花蜜呢，一礼拜差不多几只，十七只二十四只啦。啊，这个无包含着非基本课哦，就讲其他个像无你花数啊，其他个课哦，基本上上北平互你上个。啊，咱这纯粹是讲纯粹基本课来讲，花蜜就十七只二十四。啊，盈利呢，嘛差不多十几只、十两只啦。啊，你看盈利嘛也袂少哦。结果咱本土台湾基本几只，一只啦。包括一只吼，足可怜的。再加一张是小学一年甲两年的，啊，剩咧几只拢无啊，啊，一礼拜一只。啊，这个哪里是啥嘞？哪里是讲吼，这花艺的人是，逐天吼照三顿食到粗饱，拢食白费，互你食到饱，甚至佫有宵夜，佫有点心通去食。啊，咱本土基本是呐，一礼拜食一顿啊。各位啊，你若一礼拜食，一礼拜食一顿，你了解袂？温饮食啊，伊即摆就是安尼啦，安尼较有道理。温到伊温一礼拜才一斤尔嘞，啊，华裔平均准备啊，伊准备十斤好啊，二十比一嘞，为啥物二十倍嘞？啊，即单方面面食啦，佮可以说讲安是台币的百元，讲安是用百元买气温，买落买，对讲以前过年冻嘞，吼、哦，买气温即温到伊温，啊，即个。啊，就是讲往要欺负华裔，这是要哪欺负啊？二十比一呢？今仔日是讲一个三岁囡仔讲要甲一个三十岁当粗用的人讲要甲吃饱，对嘞？你讲话讲对，三岁囡仔要甲三十岁人讲甲吃饱，讲对。哦，安尼歪传属性呢？哦，啊，这是咱即卖咧，我那保育教嘛是安那方向，哦，过来，哦，啊你。好啦，有人讲吼，啊，即个即十年来咧，国台学成立真是台湾文学，还是讲台湾语文系数吼，啊，应该袂歹啊，看起来袂歹。你看，建台嘛，台湾文学数啊，但是咧，即台湾文学数有效无效？来讲啊，多数九成以上吼，拢挂零头的高啦，拢几百的啦，拢表现着讲台湾文学吼，啊，其实拢中国文学较济啦。咱这样来看，我记一个例就好啦吼。即台湾人个咧，咱生台湾个算是较好啊，因为我伫遐吼，会当坚持争取一寡台湾语个咧。但是咧，咱伊下部个拢算少数啦，甲国会同款咧。哦，中国可能当只外来政权拢是多数啊。啊，你要甲伊比投票比袂尔，哦，啊，咱来看生台湾个外向。阮台湾个。甲外文系来比较啦，吼，你看，平平这两个拢是一百二十八二个学分啦，你而家只只一百二十八学分啦，吼，啊内底呢有分啦，吼，专业必修，啊，你来看，专业必修内底呢，啊，内底譬如讲国文必修吼，内文系爱个四个学分，英文系嘛四个学分啦，吼，啊内英文必修呢，内文系爱个必修四个学分咯。啊！啊，外文系是偌济，拢总是二啊四加啦，拢总三十个。外文系因为本来就用英语为主啦，所以伊三十个必修吼，爱加强英语，这是合理个。结果咱来看外文系，母语必修几学分？本土语必修几学分？三个学分尔啦。比英文、比所有国文就是当然比较少啦。你若照人像咱外文系。伊为了要加强英文，所以伊一百廿八学分内底有三十个学分是咧加强英文的。那照安尼来看，台湾的是嘛有三十个学分来加强台湾的本土语文，结果无啦，加三个学分啦。你三个比国文比英文搁较少呢，安尼有道理。我争取搁爱增加，硬是无我增加就是莫我增加。不过我增加迄个是台语所不足的要求哦。咱的。增加是讲，伫台湾个语文班、台语课语，也是完全拢会使。你就爱总数爱增加，伊无咧增加。哦，啊，结果即个华语国文都必修四个学分拢完定啦。甚至其他个课，台湾个其他老师可以可能北洋个上，但我就用台语咧上。讲我安尼刷文注意啦。啊，华语独裁，华语迄个独霸哦，独霸华语，华语霸，伊拢去讲啊，讲咱台语霸。啊，即吼，还也袂歹。过来，咱过来看吼，咱来看单方面，
进来台湾有人送的，但他们一直在骂我，讲我是台语霸权，哦，我是台语一直欺负，华语一直欺负，客语客欺负完全，嘿，真奇怪。伊讲哦，伊是做台湾，我台湾也是做台湾的，所以咧爱欢迎台湾。好啊，无咱也真正要台湾，咱来比较看卖，看进来台湾做台湾无台湾，哦，咱即个人，我做这标出来哦，这个标当然就清华嘛，看嘛哦。那这样看近代台湾说，伊有非常的可靠单一门关系无？无啊，无半只不是恁恁上个网站啊查，无半只甲台语还是客语还是关注语有关系可拢无啦。再来，伊只嘛靠靠啥物事？靠国文、英文，啊、哦，第五科是啥？中国文学书啦。啊，真阿毛，台湾文学书讲着要靠中国文学书啦。刚刚就是讲哦，啊，你啊英文批吼，英文数嘞，你咧考英文数，你还去考中国文学，奇怪嘞，啊，当然啦，当然啦，考中国文学有什么看待？啊，哪讲吼，你考中国文学，啊，咱一本文学嘛爱考嘞，咱嘛爱学一本统计过啊，咱是不是爱去爱考一本文学？啊，荷兰文学嘛爱考嘞，较早咱嘛学荷兰啦，统计三八单嘞，啊，是啥荷兰文学？奇怪嘞，啊，因这人中国来教拢外紧啦。啊，咱若要要求一寡本土人，讲咱爸嘛，我爸来呢，啊，过来你来看哦，毕业的语文的要求吼，就讲你即下足侪下，咱要要正常，啊，你语言还有一定的能力，啊，要求啥？英文啦，啊，你讲要求英文好，环境吼，啊，就要国际化，过来伊讲要求第二个外语啦，英文之外，你还要学比如日文啦、德文啦、西班牙文啦，吼，哎，啊，台湾语文对，拢无要求啦。这个他袂输呾个，讲吼，我咧读英文，后生你也讲你两组囝吼，也是讲孙啊吼，讲我阿公阿公阿爸阿爸，我读英文毕业，按个英文我袂晓讲哦，真阿妈，而且是读个英文系，英文系，要讲英文系，我英文袂晓讲啊，安尼读英文系哦，伊讲我阿公读莎士比亚，我读英文版个尔，我读美国个，我读英文版个，来咁着。这是足基本的认识呢，这三位你要来想嘛，知影对？叫做单方面，甲你讲安尼无要紧啊，讲安尼是伊安尼较台湾啊。所以伊的台湾是啥？中国咱无要紧，拢台湾啊。啊，若讲到台湾，好袂使拢霸权啊。靠人安尼呢？哦，足咸的，足离谱的呢。哦，你若讲伊规个设定，也无台湾语文的课，入学课，还是讲毕业的要求，拢无台湾语文啊。讲安尼就叫做台湾啊。我是讲较好一点，讲台湾啦，啊，啊，伫台湾，阮先代至少伫我接触之后，阮就外口有台语、有华语、有客语，有当红双口的，哦，啊，伊只完全拢无啊，啊，看有行无行，哦，啊，你讲伊只叫台湾，啊，咱只拢办，无标记了，啊，再来，咱即卖呢？这语言的教育观吼，白色为教育体制白色掉。啊，看起来只照讲当初时，啊变之前的时阵，哦，互遐侪学校设立台湾文学，也是讲台湾语文的校所，目的之一就是要加强台湾语文在书籍的培养，还有在研究的人才训练。结果呢，现在请几条有单呢，囝都生生拢无要顾啊。生遐侪台湾文学系数，结果个拢用公开㖏，拢用中文来好考虑啦。毋是过你来查啦，即摆全台湾台湾系数一半以上拢中文系来霸占个啦。我起只单面讲就是安尼啦。啊，只中文系就是中文系无代表意义，啊，煞往走来台湾只霸占只，还只抢解说权。伊只来解说台湾呐吼，拢为毛主席开始个啦，拢安尼在怀上只历史啦，啊。啊！咱拄只讲遐嘞，伊拢无来信教啦，拢交人当作无卖啦。啊，看有办法无？啊，啊，再来，咱即来资源分配嘛无公平啦。咱进前到当前成立即个原住民族的委员会，啊，佮成立即个客家委员，即种真好，咱爱甲真支持。啊，因长期以来原住民啊，好客家好，伊语言文化拢互国民党咧打压。哦，即个来监管的大，哦，所以咱即摆爱来支持，即应该。但是相对的呢，啊，咱台语咧，
台语敢真啊敢强势？伊咱若台语若强势吼，诶，媒体应该70%以上拢讲台语诶，结果有70%以上无啊，足少诶啊，像三立啊、民视啊、八点档啊，还是讲一寡较冷门诶时段啊，合拍诶无几点钟诶节目啦。啊，过来教育内底啊，教咱对咱嘛看，话都是拢华语诶，台语甲讲话者。嘛非常少嘞，咱即个虽然是多数者，不过咱是弱势嘞，是多数的弱势者嘞，啊，所以即个台语所拢无啦。各位，即个原住民作为咱有一单偌济物件，各位知无？我嘛统计去年嘞，我嘛查哦，去年嘞，伊有算是72.5亿啦，哦，70亿啦，哦，啊，客家嘞，客家嘛有27亿左右啦。啊，卖公家这两年做，当然外配所有外籍新娘在悉尼啊，比如为越南啊、为菲律宾啊、泰国啊，过来咱台湾，伊有一个叫做外配基金，外籍配偶基金会啦，伊就是要让你我主管配偶要教伊中文啊，教伊一寡生活诶一寡技能等等啊，文化诶课吼，一单偌侪恁知道？3亿啊，外配基金拢共30亿分十单。一单分配3亿啊！咱比外籍新娘较不容易，知不知？咱一单偌济？2000万。一对国语会内底，到无国语会内底吼，国语吹牛啊，微分四组，上大组是华语啦，啊，再来有台语、有客语、有原住民，啊，啊，这四组的资源，台语上拢华语客语啦，啊，剩诶则分三点分，则分三地，啊，台语是地，客语是地，啊，原住民是地。啊、哦，咱一单单2000万左右预算啦，啊，人外就配合3亿啦，客家27亿，咱做72亿啦，啊、哦，所以做些啥物现象？伊个，你若讲咱原住民甲客家足早人就做即个语言的认证，比如讲原住民吼，你若是有原住民血统哦，你考试，比如讲你做考试加25%，25%差不多哦。哎，即个咯，一两分就差一个学校咧，伊加入无怕，顶你加骨啊，骨啊，足正分嘞。啊，当然关注你弱势，咱甲支持嘛，要紧啦吼。啊，你若通过关注你嘞认证，关注你作业，佮加10%，变35%。啊，当然咱嘛甲支持啦吼。拢足伊个咱35%，哎呀，即个认证咱足久就开始出来，差逐单都可以办吼。啊，咱客意嘛是，骨啊当前咱就做客意个认证啊。甚至呢，人即摆因为有法有资质嘛，所以呢，你若是学生，你来参加客语认证吼，通过敢若中高级的上班级的其中哦上班迄个，有奖金偌济？你知？10,000块，哈、啊，有一万到5,000的，有几万种级数的啊。所以你去吼，足俗的啦，啊，佫只要报名吼，你学生要报名都免钱，啊，佫有上教材互你，啊，考了好，佫有10,000块的奖金。啊，咱台语认证诶，本来2009年咧办啦吼，啊，当时呢，就中国国民党诶迄个红啊秀条吼，红啊秀条咧，伊就起来甲你散布有关啦。所以2009年迄届台语认证要用台语无啊，啊不然，到咱去年才第一届办啦，啊，即、這个教育部才第一届办。所以你若看，啊，咱办诶，因为你也无奖金啦。甚至也无啥广告啦，我是同在在讲，你若听过讲台语有认证啊，也清楚。台语有听过无？在座无人知啦。少普语啊。哈。啊，普语尔啦吼，啊普语尔啦，一两个知尔尔啦。大多数拢唔知啦。啊，人客语认证是有广告呢，不是出现呢，这就是啥？因为的差别嘛，所以。咱支持客家嘛，支持原住民啊，但是，安尼台语也敢唔免有，那我咱唔免坐啦。咱客家会有传一半就好啊，还是讲哦，无啦，咱伊南山的七叶就好啊，哦，客家伊也七，啊，咱分七叶就好啊，啊，这七叶咱就咱做偌济代志啊咧，啊，这个真啊不是啊，咱就讲遐办遐台语的项目，全部拢是民间家己开家己的钱去办的啦。政府有在甲你支持啦，对吧？唔啦，无支持，你来去外派啦，啊，啊就是安尼啊。所以这外来政府原本就是啥？
要跟人斗相共，要徛观山看你相谈，安尼伊都爱当得着，得着好处啊。就人互恁台湾人吼，恁才家己台湾人来乱起来啊。哎，就是安尼嘛，就无啦。啊，哎，就想讲，凡伊这原住民吼，可能叫也袂话咧，我只话互你较侪当做买票啊。哦，啊，你这讲台语者吼，拢背过来，拢反讲我讲唔懂的吼，所以我一声无理就无爱理。吼，听好理吼，你都话起来咧，伊就是这种心态啊。哦，所以真可恶的，哦，所以这主管分配无公平，所以这嘛是讲咱来你好用看，你讲，譬如讲咱即摆有客家电视台，原住民族的电视台，啊，咱台语无电视台啊，媒体拢是北京话啊，啊，咱若至少有一个台语电视台，客家话有偌济影响力，但咱栽培偌济少年人，譬如讲台语系学生，伊若毕业，唔只有机会。我来做编剧，还是要演戏写剧本，伊才有头路嘛。啊，无伊想我读台语很自由，怎啊？无效啊！啊，无啥物头路，甲我台语有关系啊，无就创造很自由机会啊。所以咱要有台语的电视台，啊，哪有台语的污染会啦？哦，这应该拢爱有啦。除非讲到我一天，讲台语的你都变多少啊？啊，咱的媒体。啊，到70%以上拢用台语好，这个时阵咱有人会当听，无需要。但是伫现阶段，这个时阵咱应该有。有人讲哦，啊，这语言应该有公平竞争啊，咱才会使用这人为啊来干涉。我公平竞争爱看款时阵呐。这个刚刚律师讲哦，啊，你知有人这个学土语的，学这个非洲的，学这土语的。哦，用刀用枪开一个有动作的，拍一头他。这时你讲我来讲平静，今晚我来烧烟哦，烟看啥物啊？要哪一年啊？我用刀枪拍一头他，是要哪家己烧拍？你若讲无的，大家拢单一哦，单一，甲烧甲自由好了哦，大家拢变大好，就亲像咱去摸这个，摸这个，发现哎，不是这个。好辛苦啊，吓！好辛苦啊，吓！啊，你个木板马虎呢？你余量是个，重量是个，吼，咱条件同款再来自由竞争嘛，应该是安尼啊。唔是讲咱即摆搬到去，咱搏伫涂骹，拍到伫涂骹，讲啊自由竞争，熬这个代志，这是无公平竞争嘛。所以你咧公平竞争进程，你爱想即本土医疗、代理、客医问题，爱想恢复啦，你后你才自由竞争嘛，无是咱竞自由竞争。哦，啊，这是讲到这个资源的部分哦。所以咱即摆咧主张台湾语文的这个观念，这不是讲咱土生家己了后白话说的，这是联合国世界组织拢安尼咧甲咱支援，拢安尼咧呼吁的呢。咱甲咱举两个例啦吼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（UNESCO） 哈，伊是2001年。有公布一个世界语言馆的宣言，伊就是看到讲哦，咱遐足侪语言文化拢消失，就亲像这北极熊同款，啊，北极熊这样数量愈来愈少嘞，啊，是这种台湾方言的数量也愈来愈少嘞，这珍贵的这动物啊，这食物啊，这愈来愈少，这真危险嘞。有人讲爱北极熊死他要紧，爱熊死他要紧，哦。迄、那个动物食物若减少，迄、那个物种个多样啊减少个时阵，对咱人有啥物影响？是举一个上基本个啦，比如讲，前一阵媒体嘛咧报，对讲美国吼，你发现讲即个蜜蜂个数量愈来愈少，吼，即蜂啊吼，即蜜蜂个数量愈来愈少，啊，即蜜蜂啊，哪样死了了嘛？咱农作物流通个三分之以上拢做咱靠迄个蜂个。大概传播你的灰分的，你若无遐灰分来传播，你安怎？还袂掉灰啊！啊，你过去就袂结，伊就啊酸也袂生啊，红果也袂生啊，足侪物件拢袂生的。你若农作物减少一半就好啦，一半人爱死啦，啊，你要死也毋死。哦，所以这动物食物若减少，后一个受害是咱人的。哦，而且咱即摆各位。我相信在座真侪人会食食这個健康食品啦，比如食什么深海鱼油啦，啊，还是什么海霸油啦、海膏油啦，什么味啦，啊，真侪。
健康食品不比动物食物遐提炼来的。嘿，凡是有一间，咱话来讲哦，即北极熊，还讲台湾乌熊哦，伊个啥物肝啦、心啦，啥会当提炼出啥物医疗即个艾滋病的即个药啊？诶，很有可能的，凡是你到时甲要发现你唔知，但是等下台湾乌熊、北极熊死了时，你发现就已经袂来，已经无去啦。所以维持着这个物种的多样化，对咱人其实是有直接的关系，不是无的，只是讲咱看较袂出来，其实是有影响。啊，无看嘛，但看呢，无看迄多样性，甲物种的多样性嘛是感觉重要的。所以联合国伊就讲，世界文化多样性是重要性，伊要呼吁世界各国，咱世界各国在政府应该安怎，恁国内人一寡语言文化的族群。较弱势，你爱来保护，爱来发展，可以生存的空间呢？人是爱呢，爱会生存落去，爱会受教育管理，用人家的母语也受教育管理呢。这人民也不是安尼好用呢。过来，过来看1996年，有数百个这个非政府的 NGO 组织呢，以及这个世界的国际聚会呢，以及这个西班牙巴塞罗那也一块开会。要有发布这个世界语言权的宣言，伊讲要上升，伊个嘛是咧讲吼，每一个语言，不管伊人口多还是少，拢有权利来使用、来受教育、来发展伊文化，所以拢是世界潮流呢。啊，你讲运动，有无讲运动？不是遐讲，啊，你讲这运动啊，这在化台湾啊，到底上在化台湾啊？这世界潮流呢？这不只是本土化，嘛是国际化嘞，哦，啊，所以这样拢欧美外销服饰就是安尼，包括单方面啊，足可恶嘞，食台湾米，结果呢，讲起种中国话，啊，这是世界各国哦，一定得甲咱啊，做咱的这个算是咱的后盾嘞，哦，得甲咱做对抗，哦，一直呼吁，这样咱这是咱。本来应该有人管的，啊，各位，咱慢慢看，凭咱家己的努力呢。咱即个全世界超6000种的语言，6000多种啊，啊，即个语言拢叫要听去啊，有人估计啦，啊，差不多50年后，超出一半的语言啊，啊，你啊看，咱台湾本来平埔族的10几种的语言的，尾啊，你看平埔族即摆剩几种啊？剩无半种啊，上加敢若讲希腊语啊。即摆各位开始咧恢复，即时代来起个啦，会使讲平埔族变拢死了嘞，啊，啊各位，咱台湾的即个台语啦，啊，有人想讲啊，即是毋是足少人用？其实有真侪人伫用嘞，啊，虽然伊毋是排名第一侪的人口，不过我查资料嘛，台语使用人口是6000几种以内咧排名第几？根据即个世界上面 SOL 即个。即、这个一本册的调查，差不多占全世界第23名啦。虽然咱是第一名，但遐第23名咧。6000几种语言咧，使用人，就个使用人口来讲，咱单个使用人口差不多第23名咧。安有济啊？无济，啊算足济啊咧。啊，咱的客语偌济？34名咧。有济啊？无济，嘛算足济啊咧。啊，所以咱人看见家己咧，先单方面讲啊。啊，可以讲中国的吼，伊讲中国嘛讲吼，不要做小自己，意思讲吼，爱用台语写吼，让家己变啊足细啦。各位啊，咱台语的人口比芬兰呐、啊，比迄个瑞典呐、啊，比挪威啊较侪人诶，比马来语的人口嘛较侪诶。啊，排名第23、24足少诶。啊，伊意思是讲，啊那安尼，啊中国的用出来老百姓，啊那迄个成长拢死死诶。哎、欸，但是咱即卖国际潮流啥，咱来家己六星座伊来降落来呢，这是国际潮流呢，哦。啊，过来，啊，咱即卖来讲即个汉字文化观的一个大趋势啦，哈、啊。因为时间长了，我即卖快速先讲一下吼，咱咧几两个国家的地啦，吼、啊，就是因，大家要努力过来来地吼。第一个是韩国，哈、啊。啊，即韩国剧我想，常常拢有看电视啦，吼，常常看咧吼。啊，即呢，即是早10年前咧，李登辉先生咧，啊，伊从讲着李登辉的时阵咧，
啊，韩国人去闹人过出来吼，因即马才拢用韩文啊，足少汉字啊，敢若即专业名词较汉字吼。啊，即、這个韩国的即个韩文啥物来呢？啊，即嘛是典故，咱简单小代志吼。过去韩国嘛是用文言文啦，啊，啊，伫用文言文用正清淡的料呢。伊伫十五世纪的时阵呢，有一个李世宗吼，有咱遮看的这个李世宗呢，伊就感觉讲吼，爱用这文言文呢来书写韩国的，感觉足不伦不类的吼。我这是我讲的，就讲伊感觉足袂适合的，无法度描写着韩国人的感情，所以就调出一挂学者叫你研究一套文字，讲你要创造一套文字，啊，这套文字呢，会当描写咱韩国的，啊，咱写来真适合的吼。啊，所以呢。尾下下来发明一套叫做韩文吼，谚语吼，韩文。啊，这套呢，尾下伊数数的面是公布出来，啊，伊公布的这个页面叫做《分明经》嘛，所以咱即摆看就是当初是李世宗公布这套文字的这个文啊。啊，伊即嘛是讲国之语音，以合中国，以文字不相流通，和以民有所著言，以将不得心机情者多也。哦，伊个解释为啥要设计这套文？啊，都，咱个语言无同嘛，啊，你用这文言文都无法度表现着咱个即个韩国话哩吼。啊，伊当时公布是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文言文吼，倒手文来正手文着；另外一个是韩文甲汉文夹个诶混合个一种个吼。啊，虽然伊有公布这套韩文要使用，不过呢，唔是遮简单个。我们杀的随身杀，随随杀出来，嘛是拄着保守派，拄着个反动的，诶，这个阻碍。伊还未正式公布进程，有一挂人，一挂既得利益者，像讲崔万里呢，伊是一时数里面，伊就上诉来反对推行的。为虾米呢？伊就讲啊，伊就是用文言文写啊，伊写讲哦，伊作者讲，比如第一点讲，我朝自祖宗以来呢。自行时代一尊化者，哦，一个中国人，伊讲，啊，咱来对中国行，你睇咱家己用这种不伦不类的文字，哦，所以伊种想法，我讲，我甲吴春莲、甲陈红，我同款啦。我你睇咱用这家己的文字，啊，咱来对中国嘛，你看，咱祖国话个拢对中国行，你来对中国行就好，来用中文就好啊，用文言文就好啊，你睇咧创造这个文字，伊种个想法完全拢一模一样，发动者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当然，彼当时的李世宗哦，也是真坚持要推行啦。不过呢，伊过身，伊推行几十年了，过身了呢，这个人就用禁止啊。为什么禁止？因为伊彼当时过身了呢，啊，因内底哦，宫廷来闹啦，去斗争啦，两派咧争夺这个官位啦，就相干裂啦哦。啊，两边咧斗争时阵。拢会写乌行，啊！即乌行作者拢用迄个文字，为啥要用文字？用文字较简单，你看罗密是足紧个咱学，啊，就样看，样读，样写。所以伊当时排 N 三军迄排呢，为了这个监管了吼，伊就想讲哦，这韩文太厉害，这遐简单都会晓嘞。安尼吼，民众会先简单会样读，会样写，会样吸收知识。哦，安尼对伊来讲是不利的。伊看伊通，伊才达到啊！千年无套进，你得当它浇水得来，哦，啊你无变成了千年无套进啦，所以迄种心态，所以讲下定禁止讲，大部分都袂使用，所以大部分买来嘛，干那回收啦，干那走啦，哦，走啦，头头去使用安尼，所以吼，登记以来那种动作是遗留的，动作是无居住，啊，一直到我当时看改变，一九四五年以后才有较大改变。伊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，伊嘛尝试统治韩国吼，伊当时了解嘛吼。啊，统治的时阵呢，当然伊当时，因韩国人伊就要想要推翻这个日本的殖民统治嘛吼。啊，要推翻，你都要进行，甲民众教育啊，啊，要甲民众教育，上好就是用韩文嘛，韩文较简单嘛。啊，你若要用文言文继续学的咧，啊，啊，你用日文嘛，民众意识。啊，无限，你讲我咧日本、日文甲韩文无同咧，所以伊就讲我讲爱用韩文上好，所以咧家己人开始推广。啊，啊到了1945年日本啊灭韩国独立的时阵咧，伊就宣布
使用感的问题。所以咱台湾人蛮有这种的勇气啊，咱韩国人做会到，为啥咱台湾人做袂到？啊，咱韩国人嘛无讲啊，日本统治韩国三十几冬啊嘛，啊都日本嘛，然后关系关系，咱就当继续用日本就好，咱嘛无安尼想法啦。啊，咱嘛讲韩国人阿得保持啊，啊，过来，咱来看越南的地吼。啊，这是这个胡志明六中日记吼，伊吼迄当时的蒋介石嘛，就中国国民党的也迄块，啊，因怀伊个国民党怀疑胡志明呢是中国共产党调皮啊，吼。啊，其实胡志明迄当时迄中国是为了，就是要希望中国咱帮助越南来独立就对了吼。啊，迄当时用官的时阵呢，官一当官吼，伊写这个六中日记啊。哎，这是用汉文写，但是你是用华文读的哦，所以你袂当用你，比如讲，我之前用汉文，但是伊是用北京话啦，啊，伊也是用汉文来写哦。啊，这个，哇，我们是刚才关的这个，我好像先跳过哈。伊这个，华南的，因爸爸。因以前呢是用这个汉字来书写啦，吼，啊，当然他十世纪的时阵呢，伊嘛出现一种字人字，啊，这个字人字就类似咱拄只看迄种台湾的歌词的字啦，啊，当然你若捌，你若了解人字，你就是看，但是过来去看，这是汉字，啊，其实是字人字哦，但是这未来越南嘛无要采用，伊未来呢是规个采用这个罗马字哦。啊，这是因以前越南啊所发现的这个特色啊，跟越南古啊。啊，咱以前的内容啊，比如讲这越南的这个叫名来作家不反言啊，范琼啊，范琼的范贵，伊呢是这当中十个主编啊，伊关心汉文嘛作教的，越南话都一定的啊，汉文嘛作教的啊。啊，伊当时主编这当中十个汉文版号、越南文啊、号这个汉文三种语言版本啊。啊！伊呢，虽然伊发文作教，但是呢，伊个观念是安怎？伊讲哦，重视呢国文，诶，国学啊，袂使脱离国文啦。啊，若无国学，就无法度修；若无国文，就无法度修入国学。咱华人讲，过去无应该用汉字来建立国学，未来嘛无应该用法文来建立国学。咱华人讲，要建立国学，要用华人语文才对啦。你看，人迄当时，咱嘛是安尼。啊，虽然讲伫法国统治越南迄段时间，我不是讲真正知识分子即个时代啦，伊就爱接受法文嘛。但是伊嘛感觉讲，这是过度的一个感悟尔，未来咱嘛想恢复用咱家己母语来创作较对。啊，咱越南人是安尼，啊咱台湾人，咱方面唔准备伊有这种价值啦。啊，伊若在做袂到，无伊就较谦虚咧，爱尊重人遐。坚持用母语来创作啦，结果伊毋是啊，搁是遐人偷说，遐人骗死，所以咱迄当时咱讲伊讲伊可耻，就是安尼啦，哦，啊，因为咱时间真有限，哦，啊，后壁两位成功就后壁有机会再过来甲大家开讲哈，啊，感谢大家，啊，讲无完的部分啦，即个作为我前方服务哦，你咱前方吧。啊，我网站你用 Google 拍蒋伟文三字，我网站就出来。你蒋伟网站我咱当个，我只要相关的资料资料哈。啊，无咱今日先讲到这。啊，谢谢。啊，有一项代志，我来同各位报告吼。啊，报告这项代志以前吼，啊，我来同各位讲一个小故事，死啊尔吼。我一个朋友的家庭移民去加拿大，伊是加拿大住十五天，一摆转来才来甲我讲。讲你知影加拿大吼，你若去加拿大，啊，住伫某一个城市、某一个区吼，啊，伫这个区，比如讲，有十个以上的家庭的囡仔，台湾去的，十个以上的台湾囡仔住伫遐吼，你会使向加拿大政府申请，讲我虽然移民来加拿大，我的囡仔只学英文，还是讲我的囡仔只学法文，但是我无不满我的囡仔母语袂去，你著凭这十个囡仔。你会使写批甲加拿大政府讲，讲我只囡仔来加拿大，我五万要学伊母语。加拿大政府我拨经费编教材，为着这十个囡仔教台湾话。
我听着我用要哭出来啦。我的高粱，我的我的迄个泡面顶悬，我的高粱挂高牌啊，罚钱，搁上叫你去抓，你去抓，你搁敢问我？所以依然对咱非常重要吼，但伊已经往压缩压重要咧参参日常生活的话都无法度讲啊。所以我今日我非常激动，也会也非常感动吼。啊，蒋教授，您即摆跳出来，啊，我拄只我要甲报关，我是台南州，啊，拄我是新丰台啊，啊，所以我也要甲正片的那个中医讲吼，我们这个人才暂时只好我台南州用一下。大家进来听起来，另外就是机场的金龙宝贝，啊，我们咱知影吼，蒋教授的才能绝对不是干那台南州尔吼，所以先借我用一下，改天拜托吼，啊，表现很重要，所以咱甲蒋教授拍一下拍一下，多谢你。好，起立，一尊。兄弟，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当老师讲话，就是讲这个各组啊，各州过来这个分组讨论。这个各州州长也无来哦。台北过来，台南过来，台中过来哦。宜兰过来。宜兰找到适合的地点，各自大家操作啊！啊，找到机会，无问题啦，来台湾无问题，台湾无问题，各位，哎，我机会，哎，我想台湾，台湾酒店我来，放心，啊，没有关系，啊，现在我下课啊，十分钟，那两天找空间过来，快到，往后去。我就讨论个结论吼，再用迄个文字写一个我秘书长，很破嘞吼，谢谢。各州产生一个那个数据，记录出来，只要点就开始，咱讲的就差不多啦，分比场地来过来，我想请教，第一次我们大家现在等到自我介绍，可以啊。对啊，那你打算大家来一起来打五七八一次，参加大家一起出，大家在一起啊，变多变少，变多变少。